Hello，大家好，我绑牙大概有半年了，我觉得它的效果蛮不错的，因为我的牙齿都很齐了。今天我去医生那边 review，过后医生给我 rubber band 把上排牙还有下排牙绑在一起，那这个就是 rubber band 哦。牙齿绑起来有点酸酸的感觉。其实有人问我做了 braces 刷牙会不会痛，其实它一点都不痛的，它有属于自己的牙刷，你看，它是很特别的，它有一个地方是凹凸的，它是刷那种牙齿那种缝啊。还有一个牙刷，它是专门来刷 braces 的缝，你看它很细的。可以刷到牙齿很干净的，有时候一些食物会 stuck 在我的牙齿还有 braces 之间的缝，我就要用这一 set 来清理。